我这不是在这儿还活着呢，还活着呢。这啥车？这是几何啊？这是几何？吉利旗下专门做电动汽车的一个几何汽车品牌。这个是600续航公里数的一个车，但是这个也有个430续航呢。最好的时代说我想开除你，好吧，行。开除我吧，反正我也是他们高薪聘请来的主播，高薪聘请来的主播，没事儿啊，没事儿，吉利的集合，对对对，主播够敬业的，还好吧，还好吧，主要是没有特别合适的，因为我平时穿搭不是这个样式儿的，我只有在这个直播间会。穿这样，但我生活中还是非常一个特别正经的一个女人，特别正经的一个女生，不是厂家，不是厂家送的，都是自己的，都是自己的。这东西他能送啊，他能送得了我这么一个大长腿能穿的袜子？买车送袜子吗？不行啊，你得找我买2辆车才能送袜子啊，我这袜子比较贵，因为这个。腿比较长，所以很难会买到一个正好的一个码，而且特别耐撕的一个袜子啊。这个袜子就是穿过，也穿过几次了，所以说至今还挺耐穿的，没有坏。别的袜子穿一次就坏了。这就是电车啊，宝贝，这是绿牌，这纯绿牌。报价多少？那我买4辆。报价多少？你在说啥？你在说这个吗？